让你做的土人都好了吗？天净沙老师，这两个土人，一个是你，一个是归海啊。好了，是时候离开这里了。展池、归海，闭气。我们走。搜寻我们，为了不让灵发现，我们能躲就躲，实在躲不过去了再战斗。天井沙老师，我们该往哪儿走才能从魅谷出去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有个洞穴连接着魅谷外的一个深谷，那个深谷可以通到外界。洞穴？我的地道挖不到那个地方吗？很遗憾，挖不到。那个洞穴在魅谷一侧岩壁上，很高的位置。我小时候曾经被灵抓到魅谷。哦，那时候灵不断地用俘虏来的侠兰做各种试验，想要找到灵力与元气共存的办法，这样灵就不会再惧怕元气。被俘虏到魅谷的侠兰几乎无一生还，只有我侥幸地活了下来。灵把死去的侠兰拉到一个山崖上，随后通过一个巨大的洞穴丢弃到一个深谷内。我从那个深谷中逃了出去，那个深谷是我再也不愿去到的地方，但也是目前唯一能去的地方。
现在。一口气跑这么远，还是头一次呢。哎呀，消耗太大了，得补充补充。那些霸凌一直在这里巡逻，一时半会儿不会离开。空中没有灵样，好，你们等在这里。跟上，说的是留在牢狱里的你们俩。Thank you.
跟紧点儿。真没想到我会再次来到这个地方。我们真的要从这里跳下去吗？我先下去，你们紧跟着我。哎，展池，怎么了？展池，展池，展池，姐姐，姐姐，你，展池。展池，冷静点儿。展池，这里是魅国，我们现在势单力薄，归海还有伤在身，这样是无法救回你姐姐的。吃，冷静点。姐姐都真的，我不能再突破了，我要救我姐姐。不给我！展翅。对，鬼已沉住。是妹妹，可不是你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的地方。
姐姐，把他们处理掉。